可爱会发亮的米奇耳朵，酷炫闪亮手环，闪亮大钻戒，有流星，要记得许愿哦。想要得到这可爱的商品呢，在12月31号晚上的跨年夜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。没错，2015彩色 Party 跨年秀就在我们台东县立体育场，欢迎12月31号晚上来到我们的跨年秀现场。但是跟各位报告，我们的彩色饰品数量有限，但是我们这一个彩色的项链是现场所有民众都可以自由免费索取哦。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。2014迎接2015，今年台东县政府以彩色台东为跨年夜的主题，除了夜晚众星云集将带来精彩的演出，也准备了限量 LED 发光造型饰品，包括了头饰、首饰、项链，另外还有免费提供荧光棒，让夜晚闪闪发亮，大家一起嗨翻台东。当天还有抽奖活动，只要捐出5张发票，你就有可能是幸运的 iPhone 6得主。不过要提醒您了，开心迎新的同时，抗寒保暖动作不可少，健健康康才能够迎接缤纷新年。东台新闻郑慧茹、林婉珍，台东市报道。